在这里可以。你的声音怎么变唐老鸭了？你是小屁孩，你是大屁孩，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？是什么声音？是什么声音？喔喔喔！那你唱一首歌看看。为什么你声音变那样？你再试试看。不信你说话怎么变这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变成变形金刚？为什么变成的国王？为什么变成大黄蜂？怎么变成个疯人？为什么变成柯博文？你怎么变成柯博文？为什么你是吴欣怡？因为我是太空人。太好笑啦！太好笑啦！这个也可以吗？这个也可以吗？音音也变成音呢？这个也可以吗？这个才可以吗？阿姨的声音怎么变这样？因为这个是臭屁。因为你是臭屁孩吗？因为布布臭屁孩，这个是臭屁孩吗？因为你是，因为我是臭屁孩。对。那你是真肉车吗？然后依依，你看这个。是啊。充电室。这是充电灯呢。充电式的。对。大概一个小时。充电。可以使用一个小时。剩的所以早那么一个小时也蛮短的嘞，对啊。那这不是变频的吗？它是 DC 的，省电的。是省电的。对。加刚姆顺光的哈。顺光好嘞，顺光电风扇加拢无。传统的迄种电器啊，伊都要。哦，因为伊拢有一挂循环扇，那袂歹用啊。对对对，你爱去迄落啊，你爱去伊的专卖店，中华路我知有一间，啊，搁刷落，你就爱去看全国电子，全国电子嘛无。有啊。对。